今天是2016年1月19号，刚刚起床，不过已经快到中午了啊。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，家里的三个洗手间，有两个洗手间龙头坏掉了，还有一个洗手间的门有点问题，另外厨房的水龙头昨天也坏掉了。哇，看来好多好多的工作要做啊。今天带我去本领买东西，现在先去给一张表，然后去本领买东西。It's the dream。 好，大家看到没有，现在我停下车，现在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点，叫本领本领本领。 OK， 经过半个小时的搜寻，很轻松地买到了我所有需要的东西，总费用是72块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了第二个地方 AA Motoring， 干什么呢？买路税。这里也是考驾照和汽车检验的地方。第二件事情也办完了，大家看看这里有个地方是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去拿去换了一个新的，现在新的是到2017年1月20号，哦，有整整一年的时间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办完，现在准备办第三件事。好，我们现在上车了，东西也放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要花多少钱。哦，236块钱，也就是一年的路税，接近每天7.5毛钱，纽币7.5毛钱，一天，也就是这个车，不管你用不用，都要这么多钱。大家看看，它贴在马路边上的牌子，可是写的24小时开门哦，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设备，哇，太贵了。太贵不贵了，一个健身房竟然敢忽悠是世界上最好的健身房的设备。哦，36个月的卡呀，太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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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有一张新的健身房的卡，可以随时去健身房。好，三件事情都搞定了。 OK， 现在我们回家干嘛呢？哦，大事情哦，搞水龙头哦，搞花洒哟，搞门哦。好，现在我在修第三个，这是花洒，大家看看这个花洒。看啊，刚经过我的处理，你看啊，绝对是一流啊，没得说。现在我开始安装一个新的，结果大家会觉得非常漂亮。等我好完之后，弄完之后，好难看吗？请大家来洗澡，可以吗？我可以请大家洗澡吗？体验一下，一人给10块钱，不行，20。你看我能买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告诉我来，你做小了呗？你再看能买来，什么都有。好香啊，这个饼干，这个是。处理，我感觉是我在切牛筋，但实际上它对牛筋还要难处理多了。你们没炒过菜，不知道牛筋是。好，经过一天的辛勤劳动和下午的休息。我们几个水龙头都修好了，只有一个洗手间的塑料片没搞定，可能买错东西了，要重新买。现在我们吃完饭准备歇一会儿，一会儿出去走路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去走一走，现在是晚上8:39，等走完之后再说。大家看看外面的天，还是不错的，还是不错的，还是不错的。哦，那帮人在密谋干什么？估计在干什么事情。好，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看看天上的月亮，这回一定要拍到。哦，果然是个月亮。要不要我等你？我问你。我才不等他呢，我绝对不等啊！这帮人在密谋什么？估计今晚想打劫。我们走到了市民中外的永发饭店，永发方面旁边。哎呀，不行了。不管永不永发了，我得先走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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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